Hello L 嘅读者，大家好，我系 Juno， 我今日会嚟挑战 L This or That Challenge。我会揀夜型人，虽然我而家系好早起身，即系我而家系晨型人，不过我都系喜欢夜晚嘅。导演，因为我觉得讲故事嘅空间再大好多。我会喜欢戴手链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颈链手链我都好喜欢嘅，但系手链我会再花多啲时间去研究啦。可唔可以两样都有咧？即系简我咁，我喜欢简约嘅，因为我觉得简约嘅 pieces 其实会 timeless 多啲。好难揀喎呢个，我谂我会揀唔戴首饰，咁两者都极端咯，即系我又唔会前一晚谂定，但我又唔会出街之前先谂，我谂起身谂啦，即系我因为我自己中意一啲比较黑白为主嘅色调。咁其實我個衣櫃都係黑白為主，咁所以相對要諗著咩，我覺得隨意都好緊要嘅，同埋要知道有乜嘢剪裁嘅衣服係適合自己咯。咁只要揾到嘅時候，其實襯衫就相對唔係好耐嘅。我今日就係一個黑色為主嘅西裝，咁知道今日 Shopart 嘅 theme 之後，我就好想戴一隻皮帶錶，我想找一隻皮帶錶。咁好不謀而合啦，因為我覺得同 Shopart 我哋第一次都唔係第一次，我哋之前嘅合作就係喺舞台上面嘅合作。咁今次出席佢嘅旗艦店，其實嗰個出發點好唔同。但是我覺得今天穿的西裝和 Shopart 選給我的首飾，我覺得很配合得到，我覺得這個都是一種默契來的。